我想问一下你现在工作情况怎么样啊？弟弟，啊，让他聊爱情吧。哎，不行不行，你不能老是换话题，你老是换话题，我怎么知道你问题在哪呢？你回答我吧，聊工作就聊呗，啊，治病呢是不？聊聊啊，说。一提到工作，我就想起我那个老板，我恨他，他跟我炫富啊，他拿了一堆车钥匙，劳斯莱斯、宾利还有奔驰，他说这些东西我下生都没有，但是经过我的努力，我现在都有了。然后他把目光转向我，他对着我说：“希望你加油。”嗯。他自己买的车凭什么让我加油啊？他买那么多车让我加油，我能加几吗？不是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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我觉得他是不是在工作上叫你加油啊？对，哎，对，他就是跟我炫富，他就炫富。朱大夫，哎，你来，那个我哥这是怎么了呀？啊，从刚刚他这几个问题啊，我可以看出他现在是这个情绪烦躁，啊，心情低落，行为异常古怪，啊，初步诊断那个情绪中暑。我不中红薯，谁说中红薯了？闭嘴！白菜我也不中。闭嘴！那个大夫啊，情绪中暑啥意思啊？啊，就是这个椎基底动脉扩张延长，导致脑血栓淤区压迫脑干，啊，导致他这个精神错乱了。简单点啥意思？缺觉，缺觉。哥呀，回家补觉去。走。我不睡觉。为啥呀？那我说话你相信吗？我信。我怕黑。你给我上一边去吧。